只要失误，蓝队就可以赢了。黄浩轩的出手非常的进球，蓝队是3-1打败了黄队，拿下了合成项目的胜利。同时呢，蓝队是复仇成功，对上黄队是单日3连胜。很多成长都是从失败开始。我宁愿你投不进，我也不要你害怕出手。你今天做得很棒。结果你没有机会，让我失望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什么时间点你要不要再逼自己多一点点？要不要？啊，不然全队这么多人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我要你把你的感觉记起来，永远记起来。OK， 怎么输怎么逃回来。三球一定是你的，举手举二手。怎么那么跑动？对，女生有没有办法接球分球？彭尊，有，彭尊再起，罚球，这是出手的犯规，王帝的彭尊要上罚球点。因为刚刚那一次的出手是有机会进球的，所以才会判为罚球。哇，这个罚球很关键，标准的罚球。哇，太短了，撞到框。黄队重罚球，重罚球。戴 K， 跟他重，重罚球。哇，结果重新罚球。哇，冯真的还有下一球。哇，那一球真的很伤啊。那动作很标准，45秒而已了。难道有没有办法再增加进球呢？干！现在黄胜示意动作慢下来，我们现在有优势。8-7，哇！要罚到最后一球，有机会抢到这一球，结果没有入球的红军。喊了一下没有进，红军再次出手还是没有进。胡胜胜抢到了篮下球，交给林家佑，又回到了蓝队的手中。现在剩下不到15秒的时间了，这个时间拖过就赢了。加油，你去哪？不要失误，蓝队就可以赢了。黄浩轩的出手非常进球。先了，比赛时间只剩下2.6秒，而且这个时候呢，分数加总为2的倍数，所以攻区和守区在进行交换。最后这个暂停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他罚球只要手举着就好，不准有任何的一个身体接触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他开球，他一传飞行，他就可以，他就走表。绝对不让他有任何一刻可以再让他攻击或者是罚球的机会，就算他出手我都不管，我就从头到尾就举着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全部过来，2秒，还是要让人家看到我。Sorry， 我没投进，帮我守一个 ，Sorry， 好不好？来 ，1、2、3，一二三。暂停结束，比赛只剩下2.6秒了，这个又没有3分球的，哇！比赛结束，蓝队是3-1打败了黄队，拿下了合成项目的胜利。同时呢，蓝队是复仇成功，对上黄队是单日3连胜，很棒啊，很棒啊！踢回来！洪轩，你要冷静，那个球给他投，他进了，我们就给他拍手，也不会是2分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没进哦，不是有没有进，你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这种动作。这个你跳起来，我是他，我就靠你一下，你就犯规，我就罚球啦。好，对吗？我的意思说，我连这个机会我都不要给他，那你就这样就好了。你还去？你想盖他火锅吗？不然我盖最后那暂停要干嘛？好。Anyway， 今天真的很棒，辛苦了。这个本来就是很累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来队！本来很想冲上去，耶！就一瞬间被他那个跳上去的那个噼啪啪，忙冷水一波，
这家伙真的老是出这个包哎，这个我要想想看要用什么招来制止他这个很弹的这个。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说，今天真的是很不错，能够在最后面这一项，尤其是这样子这么 tough 的这个团赛，我觉得能够赢下来，我真的其实是非常非常高兴，真的也非常以他们为荣。书好玩吗？书好不好玩？不好玩吧？甘心吗？不甘心吧？是不是总是在输球后，你们才会觉得自己可以多出一点力气帮到队友？你们可以多做一些什么，可以帮助你们自己赢球？是不是？有没有听到那些掌声？过去的几周，你们都是站在冠军的位置嘛，所以你们没有体验过输败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输的时候获得比赢的时候来得更多。你们要记得输的感觉是什么，把它记在脑海里面，用在你们的练习上。比赛很公平啊，有不公平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就是打不赢别人啊，我们就在最后的三十秒让人家得分啊，我们连最后的进攻机会都没有啊，比赛就是这样子啊，赢我们大家都一起扛，输我们也一起扛，我们就是一个团队。收拾好心情啊，下周还有比赛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享受失败，好不好？享受失败，你们才会赢得胜利。OK。真。很多成长都是从失败开始，我宁愿你投不进，我也不要你害怕出手。你今天做得很棒，结果没有，没有机会，要不然失望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什么时间点你要不要再逼自己多一点点？要不要？啊，不然全队这么多人，是不是？可以吗？我要你把你的感觉记起来，以后的记起来。OK， 怎么输怎么逃回来，下次怎么逃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会更投入，我想要更投入。你就输了。其实我最难过的是，我知道我们黄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怪我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啊，黄队要是你投进就好。我知道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支持我，而且相信我。即便我知道不可能一直赢球，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一天。你就是怎么投都投不进，但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难受。今天是第一次，真的在过去的两周里面，我们就只有拿到一胜一个奖杯，然后输了五场。我觉得会让他们更认真的去看待自己，在对于做训练跟比赛中要怎么展现积极度，让对手是可以害怕的，然后可以产生对手的失误。我觉得最重要是下周啦，你怎么在三连败之后，在下周面对新的项目的时候。你可以重新站起来。